我来了，自己把自己挡住。这个字怎么看不清啊？上电视了啊！在明天那个我那个天赐舞台再报时。故事里，看我们。戴阳老师，你在看吗？看一下你的妆容在电视上是什么感觉啊？明天才播，今天提前看一眼。非常立体，我说妆容，对比一下真人和镜头上的差距。大家可以看我的左手拽这个伞，拽得非常的，因为他拿着它，其实我唱歌很不方便。看。这一段连我的扁桃体都能看到，大家可以放大看一下，扁桃体系歌手，好神奇啊！在镜头上看自己的脸，感觉像另一个人。Who are you？ 感觉像在看平行宇宙。大家看这个背景会以为我会被后面的水柱淋到，所以我在打伞，对不对？其实并不是，那个水柱离我还是有点距离的。当天真的在下雨，你看那个水面上，看。可以看到我第二首歌稍微状态放开了一点点，因为这个节奏比较。可以摇起来，当然没有说彩虹一画不好的意思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咳到现在还没咳完。我这么晃，我的伞上的水都换上来了。还不错。谢谢导演。收。我以为已经结束了，我忘了还有一首笑吧。第四季当中还有非常不错的表现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还在继续录制呢，还在。哦，是吗？别忘了，各位要继续期待他们的节目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景龙老师有没有在 Z 世界完成他的惩罚？发一件我不知道他知道的事。景龙，然后继续吧。今天这个好，来看我们二人转啊。看秘法。拍一段发给景龙看看啊！来，二人转开始。一些没有必要的走位，景老师龙导在台上硬 Q。给他发一下。但我要感谢一下景龙老师，就是我们因为临时说要合唱一首歌嘛，然后。非常感谢他慷慨解囊，让我跟他合唱这首《笑吧》，希望完成的还可以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期待一下今天晚上那个，就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的今天晚上《天赐非凡暖心歌会》，拜拜。